東張西望得到各位觀眾支持，收視口碑俱佳。主席特別設宴慰勞一眾台前幕後。東張西望所謂成功就係收視率高啦，影響力大啦，為香港市民發聲。我聽到你的聲音，每一件事都要有一個過程，但是派利是就開心時刻又怎可以沒有掌門人。林總經理曾志偉先生，我都以為我自己做了個掌門人，你好巴閉了。咁但係咧，我原來我發覺嗰個咧係周播嘅，同埋隔唔中嚟停下嘅。你哋係日播嘅，啊，仲有冇得停嘅？所以你哋好勁啊！開心熱鬧之餘，亦有感動時刻。蓉蓉即將離開香港，非常之唔捨得。我哋嘅人仔十三年已經請咗我，十三年前請咗我，多謝，多謝佢。東張嘅某一個崗位我都做過，又多謝有個咁 writer PA， 一路都好照顧我。放心，我擺台邊。播出之後，感動過後，蓉蓉非常專業，即時轉換心情，開開心心做訪問。總經理，你咁忙咧，其實平時你有冇時間睇東張西望㗎？梗係冇啦。東張不用看的，街影告訴你全城的話題來的，是啊，很厲害啊，你們多謝多謝。咁你近期有沒有聽過哪個 item 你很喜歡的呢？哇近期我知道有個呢是派很多垃圾在街上。九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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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你們八婆，我不知道你現在真的多了個名字，即係出街嗰啲小朋友咧會嗌我哋東張西望姐姐㗎。啊，係啊，所以我話小朋友唔識細細蚊仔唔識嘢咯。應該係姨姨係嘛？係啊。我要介紹一下呢啲同事啦，阿 Paco 啦，之前訪問過何生何太啦，就係佢啦。啊，係，即係何麗全啊嗰啲訪問。你知好多採訪咧，未必咁受歡迎啊嘛。咁啊，你哋咧即係咁樣出去，我都覺得好難得。係，因為諗住出咗去就翻唔到嚟啦嘛。除咗加人工之外，大家仲有啲咩要求？快講，加長做長友啦。咁啊，真係想唔長做長友唔得喎，因為你個節目係我哋 TVB 收視最高啦，再最多話題啦。咁你知街都有句説話噶啦，有咩揾東張啦咁。咁你哋幾重要啦，所以辛苦曬你哋啊！我冇嘢要求，我唔需要加人工，因為為興趣嘅服務大眾。有一樣嘢我想講，東張有個布利威先，6088-6600，唔該。即係最後包一句説話，因為咧我知道你咧下個禮拜咧就會離開我哋啦，希望你去到嗰度咧你會開心啦，係嘛？有咩唔開心咪翻嚟啦。我哋大家咧俾一個祝福佢啦。多謝。